我唔緊要，打我知啫，唔使道歉嘅。唔得，為表我嘅誠意，我決定由下期開始，連續十期都落跨版嘅道歉啟示。就喺 Prada 同 Gucci 中間。在一般情況之下，在高級時裝雜誌裏面出現道歉啟示是並不常見的，還要放在最前頭的跨版廣告位，不但會影響本書的形象，連前後賣廣告的廣告客戶都會受影響的。